的东西在这里。那这个地方我需要什么？我需要这边有总共 B 别哈，总共有一到最下面这边多少？一到十九个啦。哦，你可以算算看，一到十九个。那十九个每一个都会有四个资料，我会要，就是买进现金的买入跟卖出，跟集齐的买入跟卖出。那我需要 get 是里面的相关的资料，就是这里面的话，这个格子里面的东西啦，哦。啊，我要怎么样很快的可以帮我把它切出来？所以，当然 我们用那个 HTTP 的方式哦，把它 get 回来之后的话，它会是把里面的原始码 get 回来，变成一个字串。那可是字串的部分，我需要的部分只有从什么呢？从这个头这边到这边，那每一个就是一个个资料。所以，其实每一个 B 别就是四个资料。那里面的结构特别注意，就是说，如果里面有资料的话，它会是这样的。那如果里面没资料是什么呢？没资料就是一个 dash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里面没有，如果是一个 dash 的话，我们可以判断，哎，它里面就是没资料，哦，没有资料。那你要怎么去把它切出来？那切完之后的话，哈，哎，最好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放在 database 里面。我讲过的，就是说我们可以把 insert 到 database。如果说我今天要 create 出一个 table，啊，那个 table 你就可以想说，哎，这里面有哪些栏位？其实画面上看到就有几个呢，就有四加一嘛，对，五个啊，再加一个 ID 好了，六个栏位，对不对？那里面的话，你可以把资料塞进去，塞进去之后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直接放在看你要放哪里，放 list view 也可以。比如说 list view，你可以 list view 哪一些这些 B 别嘛，对不对？那它 list view 之后，你点击它的时候，它可不可以 toss 出来，或者 align dog 出来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那利用这样的方式，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互动，不过前提是你要怎样把第一个怎么样connect 啦，就是连接，并且把它抓下来。不过这个部分还蛮简单的啊，你只要有用到那个 HTTP 的一个元件就可以，这个在 Java 里面就有提供了哈。那第二个是你要把它切字串，我发应该切字串对各位来说应该最困难。那怎么切字串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第一个就是点击进来之后啊，各位可以从那个原始码里面应该可以看到，对，所以这个原始码哈，当然你们在测试的时候，你可以先不要连接，你可以怎么把它 Ctrl C，Ctrl A，Ctrl C 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再放在什么？放在那个 Assets 里面嘛，建一个什么？建一个 Test File 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你就先测试嘛，测试完再加什么？加从直接从网络上抓，可不可以？昨天那个部分你就可以这样把这一段放上去啊。不过如果你嫌太复杂，你可以直接干脆哦，复制的时候不要从上面全部复制，你干脆直接复制到你要的那个段落就可以。那你用那个段落哈，你要怎么分析呢？各位可以看一下哈，里面就会有一个段。不过你会发现哦，即便呢你对于这个很熟悉的人，很熟悉的同学哈，恐怕你要找半天啊。像我的习惯是这样的，我如果看到这个哈，我即便我看得懂，但是呢我也不想花脑力。我会怎么样呢？用一些工具，因为其实你再厉害啦，哦，你还是比工具差很多的。怎么说呢？工具按下去哦，什么都告诉你了，哦，那何必要跟工具比快的，哦？所以你跟工具比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用最简单的，就用 Dreamweaver 有没有？你就开一个新的档案，然后呢，把什么呢？把刚刚的 source 贴上去。那你就可以知道位置在哪里了，哦，随便开一个建立，对，建立一个新的档，然后呢，我用分割的嘛，左右分割看一下，啊，我的习惯是这边把它切成传统的啦，在当然在这个个人使用习惯，你这边可以怎么样？我的习惯是把上面这边改成传统，因为传统就相容于前几个版本嘛，哦，反正你用3用4用5用6，反正都一样啦，哦，你就可以找得到，而且你会发现面板就出来了，我会很习惯，哇，这跟之前的几乎一模一样嘛，对。然后这个分割按下去，把刚刚的 source 怎么样 ？Ctrl A，Ctrl V 贴上，贴上之后再移到左，右边这边来，好，或者重整一下。其实哈，你就可以找到你要的位置了。那个位置就会图形化了。啊，你要的位置在哪里呢？就在这里嘛，美金的地方有没有？那你就把这个地方游标选取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你要的，其实你要找的就是哪一串呢？有没有？选取之后你可以看到，其实真的不要跟你的那个哈，就是而且你会发现啊，如果你直接看原始码，你看半天眼睛看到脱窗了，你可能找半天才找到这个。但是如果你用工具按一下，哎哇，感觉还蛮
smooth 的哈，就是哎，工作上面还蛮快乐的。不过前提是要有工具啦，如果没有工具的话，啊，这个工具应该在哪里抓吧？哦，我上次有给你们哈，这个工具真的我找很久才找到的，哦，而且如果完全不用 setup 啦，哈 ，OK。那里面的话，你就是 download 之后去把它执行啊，找一下应该会啦，绿色的哈，就是点下去就 OK。然后这样我可以抓到它的结构，一定我要去抓什么？抓这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去这个部分就牵涉到那个用 Java 里面的 String 的类别 ，String 类别里面也有哪一个方法可以找资料的？找那个不是找你要找的关键字的位置。记得吗？不记得。好，请到那个 String 类别里面去查一下啊。不过直接跟各位讲一下，你可以看一下一个叫 index of， 你可以把你要的 keyword 给他，他会告诉你在哪里找到。那找到的话，他是会在这个位置找到。那因为呢，字串它也是这个字元阵列的模拟嘛，所以它的字串位置也是从零开始。0,1,2,3,4 一直对对对，有没有？他就找到了，找到这个我记得好像是6000多吧，齁 ,6000 多个字元才找到这个位置。啊，所以我找到之后的话，齁，如果我要切后面这一串的话，必须怎么样？必须要把找到的位置怎么样？再加上这些字。这些字有几个字呢？总共20个字，齁，我算过了 ,20 个字没错。就是加20之后有没有？再找到后面这一个，再把它怎么样？切出来。所以那要怎么切呢？用哪一个方法？不知道有没有，各位好像对 String 类别里面的方法好像不太熟啊。哦，好，请参考那个 Java 那个，我建议有一本啊，不过那本已经绝版了哈、哦，里面就是帮你把什么 Mesh 类别哈、哦、重要的方法列出来，教你怎么做。好像 String 类别里面重要方法怎么做都很清楚说明。啊，你其实你外面可以找一本啊，那日本人书啦，不过现在已经绝版了。好啊，或者找一本Java书，里面都有啊。里面请找一个章节叫做 String 哦 ，String 类别，他就教你怎么切字串了。所以刚刚会用到两个方法，一个方法是 index of， 找什么呢？找它的位置，你给它什么？给它前面这一个，对不对？他就帮你找到位置啊，再加20就是它的位置了。头的位置，啊，尾巴位置在哪里 ？TD， 对不对？斜线 TD 的位置。那找到之后再用什么？用一个方法叫做 substring， 你好像前面用过吧 ？substring 的方法。那 substring 呢，它就给它一个头跟尾，它就帮你把头跟尾那一个部分切出来了。OK， 大概是这样哈。所以等一下，我看你们干脆练习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你可以把哈，不用全部嘛，你就是把这边的。从那个美金这边开始算了，这边齁，然后复制，把这边复制起来，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怎么样，把它复制到文字档里面做练习算了，不然的话这么长一串你们来做练习可能还没切就已经阵亡了齁。那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有没有，你可以，那原理原则我大概讲啊，所以说如果齁我们要把这里所有的这些资料把它切出来的话，第一个其实这个很好用哦，如果你们将来懂得这样去切的话，网络上所有资料都可以切得回来了、哦、因为网络上只要它的网页是活着的，你通通都可以把它 get 回来，而且及时的。所以无论是什么呢，网络上有公布的啦，公部门的或者是一些什么财团法人的，他公布的资料只要在网络上，他不要改变位置的都可以抓到。所以、哦、你那个 app 我跟你讲，你琳琅满目，什么东西讯息通通可以放上去，所以你甚至可以做什么，做一个管家嘛，那管什么什么管家，就是食衣住行娱乐通通包，那所有资料通通去网络上 get 回来给他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的 app 我想我连我都很想装，对不对？但是目前有没有这种 app， 看来看去好像没有、哦、顶多有的是只是部分功能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这个可以去思考一下、哦、啊怎么切，我想各位可以先去分析一下，那稍微了解一下齁那个 String 类别的部分。那我们切出来的原理原则是这样，第一个就是把这边切出来一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买进，我把买进当成是
我可以放在一个阵列，或者是放在，其实用什么最简单呢？用那个 list，用 list 哦，用泛型物件来做最简单。那一个 list 就一个清单嘛，啊，那个清单 一个泛型物件，哈、哦、，list 的泛型物件里面的话放字串有没有？这个也是在 Java 里面的哈、哦，里面有个方法叫点 add 就是增加一笔，add 它就类似有点像帮你新增到那个清单，有点是帮你建立一个什么，建立一个一个这个 array 一个阵列。那你再把那个阵列或那个 list 拿来做后续的处理，你就可以放在你想放的地方了。比如说放在 list view 里面啊，放在其他地方都不会有问题的。哦，所以我们会建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好，然后分别把资料放进去，再做后续的处理。那我这边的 sample 是这样的哈，就把它 get 回来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get 回来之后呢，哈，就是在那个我这边把它 run 一下给各位看，就是像我们昨天看到的，就是。将来如果说我要及时的去看到那个，就是网页上面的资料，我不需要真的再去找到什么，找到这个，你们如果等一下找啊，这个网页的话，可以找关键字叫台湾银行啊，空一格汇率就可以了。台湾银行的那个汇率，这个是 open 的。那当然这个地方除了说，它有线上的之外哈，它也提供两个档案，叫文字档还有 Excel 档。啊，当然你也可以利用，如果你要离线处理的话，你也可以怎么样，把它 down 下来，放在你的那个 Access 里面，哦，Access 里面。不过 Access 里面呢，哈，目前不支援 Excel 啦，因为你 Excel 你没办法开启，所以你 Excel 还是要转换成其他格式才有办法做。OK，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。那稍微把这个做分析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哈，如何去切这些相关的字串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